我们今天要来介绍宜兰爆浆馒头。噔噔噔噔噔，有牛口味的。好，我们来切开。哇，爆浆哎！嗯，好，先吃吃看什么味道。嗯，外面的爆浆没味道。对，那是什么味道？是原味牛奶吗？对，牛奶的味道。这好像我有喝过。嗯。可是配这个很好吃。真的。嗯。嗯。芝麻味道稍微淡一点，中间那个牛奶味比较浓厚哈。等一下，我可以吃另外一个看看吗？好。嗯。我觉得这个好像没有，我觉得这个一点点甜而已。对。这个没甜。对，好好吃哈，比平常买的馒头好吃耶，比平常买的包子好吃。可是我觉得这个好像比较好吃呢。你又还没吃？我觉得好像比那个比较好给他看，小老鼠。嗯。哇。那是什么？喂，怎么又是白的？哦，爆浆。你先吃一口这个，嗯，跟他讲，好吃，真的好好吃啊、哦！这个配这个也很好吃，热爆浆超好吃的，看我吃下去的，我觉得这个有一点甜甜的。嗯。这个是什么都没味道。那是芝麻。我吃这个。好。鲜奶爆浆馒头好好吃哦。谢谢若楠阿姨。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，拜拜。